解答，这个也是，确实一只雌性。雄性的孔雀呢，相比一下，个头要比雌性大一些。在鸟类当中，好多的鸟类都是这样，这只白色的也是雄性的。相信朋友们也是在寻找他们尾巴上那漂亮的羽毛，但是好像他们现在的尾巴上的羽毛呢显得很稀疏。那因为呢，这段时期啊是他们换羽的时候，他们要在冬天到来之前为自己换上一身厚实一点的衣服，因此呢，大家看到的羽毛现在呢显得有些稀疏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么至此啊，我们的鸟类放飞表演算是告一段落。那么下面的时间呢，是我们的互动时间。如果您的手中有鸟食，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现场，和这些孔雀拍照留念，留下精彩的瞬间。当然，您可以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处去索取一份食物。想拍照的朋友，您现在就可以进场了。由于我们的场地有限，每袋鸟食限两位朋友入场，请大家自觉遵守。1米3以下的儿童需由家长陪护入场。请朋友们抓紧时间，稍后我们的孔雀将会回巢。鸟羽林下一场的表演将在鹦鹉表演场进行，表演时间